嗨，大家好，现在为你介绍的是剪刀式的抬腿运动。剪刀式的抬腿运动可以瘦大腿内侧、外侧的肌肉，还可以强化跟减湿臀部及腹部的肌肉。如果你想要修长、线条优美的腿，这个动作非常容易做，站的空间也不大，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做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吧。半仰躺在地面上，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，手肘支撑在地面上，吸气收腹。好，两腿抬高悬空，保持笔直，两腿开始张开交叉，张开交叉。这次动作的诀窍是速度越慢效果越好哦。